在这边流浪了、啊，家里都不知道你在做鬼啊啊！因为执着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大家出家，这什么意思？念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啊，放下这个世间啊，放下这个世界啊，啊，一心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只能想那个地方，不能想这个地方啊。简单的说，所有的痛苦。就是因为你想这个地方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先生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钱，我的房子，这个就是所有痛苦的开始。但是没有人会讲这个，大家都认为，我能不能满足很快乐啊？啊，年轻人说我有玩具啊，我有摩托车啊，女孩子说我有漂亮衣服啊，我很快乐啊，我有男朋友啊。那事实上，这些是变成一种依靠，因为你认为你拥有它，没有啊，没有人可以掌控你自己的。所以佛陀讲一句话：不了解生命道理的人，生命对他是一种惩罚，慢慢让你痛苦，让你身体痛苦，让你感情痛苦，啊，让你心里痛苦。所以这一点，各位要。经常去想这个问题，特别你出生在缅甸，缅甸就是出家人最多，每天早上各位都可以看到出家人走来走去托钵啊。那你要想，他为什么要出家？那我为什么不出家？你不能说，缅甸人穷啊，所以出家；我们华人有钱啊，所以不要出家。那到底是有钱好还是穷好？啊，站在佛教能够出家，出家一天。比做皇帝的功德都还大，做皇帝的福报还不如出家一天的功德。所以各位为什么要短期出家啊？就算没有短期出家，也要受八关斋戒。好，大家来合掌，我们来祈请三宝加持。来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。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愿发菩提心，愿修大悲心，愿体证空性，愿消除贪欲，愿消除嗔恚，愿消除愚痴，愿消除轮回，愿往生净土，愿成就佛道，愿普度众生，同成佛道。好，请放掌。刚刚我念了很多愿愿愿，这个愿不是自己啊，佛教里面讲愿叫大愿，愿自己跟所有众生都往生净土，愿自己。跟所有众生都不要有痛苦，所以成为三宝弟子，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？念一下，不伤害任何众生，这个叫守戒律。所谓守戒律，你不能够去伤害任何一个生命，一只蚂蚁也不行，一个人也不行。这个就是什么叫佛教徒？佛教徒就是。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生命，才叫佛教徒。今天我出家了，结果别人对不起我，我想要去伤害他，骂他，那你又不是佛教徒了。佛教徒知道你做小偷，你骗我，你好可怜哦。我怎么样的帮助你，让你不会再骗你，那才对。所以同样的，各位你做佛教徒，你的先生外面有女人，你能不能告他？不行，因为你是佛教徒。
你只能说同情他，他好可怜哦，他在造恶业哦。啊，这个叫佛教徒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持戒。持戒不是说我不杀生，我不偷盗，我不邪淫，但是我会去告人家。啊，甚至你养一只猪把它杀掉，那你就不是佛教徒了，因为你会伤害猪哦。啊，我用这个嘴巴想要去骂人，讲批评别人不对，讲得我很高兴，那你又不是佛教徒了。啊，所谓佛教徒呢，皈依法。什么叫法？就刚刚讲了，不伤害任何生命，这个叫持戒。啊，所以佛陀要我们念一下，愿断一切恶，无一恶不断。啊，就是什么叫恶业？伤害到别人的，伤害到生命的都不能做。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。啊，因为所有生命都很痛苦啊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：不要杀人家，不要杀他的命，不要骗人家的钱，偷人家的钱，不要破坏别人的感情，不要骂人，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吸毒，因为你抽烟、喝酒、吸毒也会伤害别人，伤害到这个世界。所以，同样的，各位你在做生意赚钱。那你赚钱虽然赚到钱，但是你伤害了其他生命，那这个也是犯戒的，所以现在人讲环保，要重视环保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能因为你赚钱，直接或间接去伤害到其他的生命，所以这个是佛教第一个要学的，所以你让你爸爸妈妈很痛苦。或是你让你的朋友很痛苦，或是你让你的先生太太很痛苦，那这个就是不符合戒律。所以无一恶不断，凡是伤害别人、伤害世界、伤害国家、伤害都不能做，都不能做。那现在缅甸选举到了，哦，我支持这个，我不支持那个，我故意去骂那个不好，佛教徒不能这么做。佛教徒，两边都好。虽然我选这一边，但是另外一边我不是想伤害他，我也希望他好，只是我觉得这个更好，这样而已。但是如果你忘了这个，我是佛教徒，我也要骂对方错啊，如何不好，伤害对方，那有时候你忘了你是佛教徒，所以这个精神你一定要抓到。那除了不伤害众生。这个叫持戒，进一步念一下，众善奉行，就是所有好事帮助别人呢，你都要做。所以佛要我们布施啊，所以各位你要会学这个啊，做什么东西都要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多一分也不行，少一分也不行，一切都是因缘，不可思议，要学习这个习惯。就像做佛像的人、画画的人都画得刚刚好，不能眼睛太大太小，对不对？五官要刚刚好。如果你长得不刚刚好，太胖或太瘦，就是你有问题。太高太矮，太黑太白，就是你有问题，因为不圆满。所以佛陀要我们一切都要刚刚好。你的心如果刚刚好，你的相就刚刚好。你的思想语言就刚刚好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为了要刚刚好，所以要用佛做标准，这样了解吗？以佛像做标准，以佛经做你的思想，一切都要调到刚刚好。所以叫念佛，念佛就是。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想法，叫分别心，要么超过太爱，要么太恨，那这样不好。所以各位看他们出家人在排这个桌子。一定要排得刚刚好，佛像有没有端正，花有没有刚好，一切都要刚刚好，而且都有表方法。这个代表佛法，这个代表慈悲，地球代表众生啊，要用佛的三法印、四身谛、十二因缘、中道实相帮助众生。它有表的，左手代表众生，右手代表佛，左手代表福德，右手代表智慧。
所以合掌叫福慧双修，这样这个都刚刚好。然后你手合掌有没有刚刚好？你手太短，然后手弯弯曲曲，手太黑，那你看那个佛像，每个手都很漂亮，啊，没有那个太长太短的，啊，所以那你要修行，你要懂的，因为你心如果正，你的相貌就端正，世界就端正。那一般人不懂，一般人是我要改变世界，我要改变别人，他不知道改变你自己，别人就跟着改变。改变你的心态，世界就改变。这是佛法很重要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改变好了，他不用讲话，他就坐在那边，你就会拜他，跟他学啊。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拉你说你来跟我学，没有，他已经改变好了，圆满了。真的想改变人，自己就跟他学，你就皈依佛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怎么样达到佛？那你要皈依法，这个法就是正法，端正的意思。就像火车的轨道，火车不能离开那个轨道，离开轨道就翻车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佛法？就是轨道刚刚好。那你要了解轨道是什么，所以你要听佛法，你要看佛经，才知道你的想法做法对不对。像我在这边讲佛法，不是我喜欢讲什么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是个法师，我用释迦牟尼佛的方法来教育自己，我也要用释迦牟尼佛的方法来影响别人，教化别人，所以叫法师啊。那我不能用我的想法做事情，如果每一个法师都用自己的想法，那大家就吵架了啊，那就佛法有问题了。所以那你要了解佛法是什么，那所以你要看佛经。再来，我们出家人叫做模范给人家看，出家人就是我在表达佛法啊。哦，像那些南传的比丘表达得非常好，出托钵穿得好庄严啊，走路好庄严啊，啊，让我们看到解脱的形象，庄不庄严？这是缅甸佛教很特色的地方啊，因为它表达很好，不是说你想要走路晃来晃去，不行，每个人走路都要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学佛。学佛，世间人是表达自己，我很会画画，我写毛笔字弯来弯去，你都看不懂，对啊，因为我有艺术。世间人就是我要跟你不一样，赢过你，所以他永远很痛苦。那佛法呢，大家通通一样，出家人通通一样，思想观念通通一样，行为通通一样，这个叫佛佛道同，每个佛都一样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边，如果你真的要学佛，那你不能说我的想法，不能讲这句话，佛陀的想法，观世音菩萨的想法，所以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，你就不会吵架。夫妻吵架，先生先生的看法，太太太太的想法，两个意见就不合了。所以如果两个都有学佛皈依法了，那两个就不会吵架，因为我们有法律嘛，有佛经嘛，那出家人呢，出家人就要把这个佛法用在生命上面，让别人看。那在家菩萨一样，像各位你家里都没学佛，就你一个人学佛，那你要很小，你不要去骂他们错，你要做好自己，你自己像地藏菩萨像观音菩萨的一样的思想行为，你家里的人就很喜欢你，不管他是天主教基督教回教，他就会喜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爱他们嘛，你做模范给他们看嘛，你不会伤害他们嘛。所以佛教是超越宗教了，你不能说我是佛教你是印度教，我是佛教你是回教，所以我跟你没关系，错了。一个佛教徒看到一个回教徒、基督教徒、其他宗教徒，都想要去帮助他，都要对他微笑，都要对他慈悲，让对方默默地欣赏你，这个叫佛教徒。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讲，海涛啊，不要让人讨厌，你要让人讨厌，你就不能说法，记住这一句话啊。你想要做一个菩萨，不分在家出家，首先不能让人家讨厌，开车刚刚好，不能太快，太快人家说你要撞人，不能。